祝妈妈60岁生日，奉上漂亮蛋糕。女儿要妈妈赶快抽出机关，没想到下一秒悲剧发生了。溜起来啦！溜起来了！溜起来！溜起来！我没骗你。妈妈拉了第一张就卡住，怎样都拉不出来，其他人上前救援也完全没用，妈妈挂在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笑惨咧！嘿，我靠！说好的千元大钞蛋糕完全卡住，最后只好破坏蛋糕，将抽钱机关取出。李小姐花了1880元订购可以抽钞票的蛋糕，结果第一张就出问题。我们花1880买一个抽钱蛋糕，结果惊喜都变成惊吓了。李小姐气炸表示，好好一个惊喜最后全变惊吓，控诉店家处理态度不佳，只说抱歉完全没有赔偿。她无法理解我说的话，她说我是做了一个 让你们吃坏肚子的蛋糕吗？就是我们的重点是那个抽钱，然后她又说我只能跟你说声抱歉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什么好要讲的。所以是难免都会有这样的状况。对，真的有时候组装没有组装好，这个状况有真的是会发生。当事店家不愿多做回应，其他业者则表示没装好就可能发生卡死问题，本来开心庆生却变成蛋糕纠纷，也实在始料未及。记者洪夫人罗彩瑶高雄报道。睡眠问题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，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。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，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，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，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。